他们多大才吃笋呢？我一岁左右就可以白喝笋，混着吃。哦。他一天要喝几次奶呀？每天计划不一样，看心情，不是看增重。我也想要抱一抱。大家都想抱一抱。抱起来抱一抱。啊，好可爱呀！呀呀，哎呀！他在撒娇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打电话。原本是它掉毛吗？是一个翻身成的熊，长得不怎么掉，就一根毛，不打你吧？被迫营业，爪子揪住了，好圆滚滚。一般是熊猫妈妈找它。